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Chris 的频道。안녕하세요저는베너스입니다。那今天呢，我要来开全能飞的首张个人出道专辑 Open。那他的专辑名字叫 Open 啊，然后他的主打歌就是叫 Do。OK。那首先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in，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out。那话不多说，现在我就要开始 unboxing， 做开专辑，来介绍我拿到什么哪一张小卡。OK， 那当然，如果是成团体专辑的话，那就不用多想，肯定是，肯定是想要抽自己想要抽到的本命或者是副命啊小卡啦。如果说是 solo 的话，那当然是会看PC list， 就是可能比方说Eunbi 这张专辑 in 这个 in 还有这个 out， 这个 in 这个 out 这个专辑里面每一个 version 每个版本有十张小卡，所以会选其中两张最个人自己最喜欢的。那当然我也是看了说有其中两张喜欢的每个版本，所以来我现在就来揭晓我到底会拿到是不是我心中想要的小卡。 OK， 哇，这个有点难猜哦，我一个因为这个是它完全没有一个缝啊，所以要拆的时候就比较难拆。OK， 我会尽量加快速度。OK， 找个洞，应该开到了。OK， 啊，这个 OK 应该有了，哇，找到了，勉强找到一个洞。OK。那全能飞这个专辑呢是在去年八月尾发行，8月24号发行，就是那时候就是他的 solo 出道。那其实之前呢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以第七名的身份进入了 IZONE， 成为 IZONE 成员，然后也是队长。那现在他本身就是武林 under 武林啦。OK， 那话不多说，我先打开到底获得什么小卡。OK， 啊，这个是 postcard。OK， OK， 这个就是它 postcard 呢，就只有一个版本一个款式。那这个是全能飞写的留言，还有他的签名。OK， 那这个就是 sticker， Eunbi first。mini open， OK， 这个是贴纸 sticker， 很好，运气。那这个是十张里面我想要抽中的小卡，哇，这个太有运气了，你看到吗？哇，大家，啊，这个是他的小卡，小卡有些小卡后面都会有写一小段的留言还有签名，某些小卡啦，看了也是要看 ，OK。耶，贴吧，哇，太有晕了，今天我真的太有晕了。虽然讲这个是去年的专辑 ，OK， 那我选择今天拆开，因为我漏掉了这个全能飞这首张个人专辑的开箱影片 ，OK， 所以我今天就会补偿回来。那大概我会大概翻一下给大家看，因为就不要一个影片花太长的时间了。那 OK， 那大家如果还是想买全能飞的个人首张专辑 Open， 那其实还可以上网买 G Market 啊，对，新南呢可能你也可以去实体店买，就你的国家哪有实体店买，你就可以去买哈。
就是不会后悔，因为其实讲真的，我个人觉得这张，我个人觉得全能飞这张首张个人专辑好，很不错，其实。OK， OK， 这个是 door 啦 ，OK， open open， 它这个是intro 的歌曲 ，OK， 我就大概翻给大家看。如果是恩菲迷的粉丝呢，还没买他专辑的，还是可以买的，其实好，不要后悔，不要犹豫不决啊，要去买了就买。哎，我觉得是值得了哈，很漂亮，好。它的 photo 都很漂亮，都很漂亮。那其实呢，因为我很喜欢全能飞，所以我为什么会买他专辑，然后我会支持他。这个就是 Do， 这个是他的主题曲 ，Title Song。OK， 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播放这首 Do。OK， 主题曲 Title Song。好 ，OK。然后呢 ？OK， 那我继续翻那大概。OK。那很这全能飞呢？这张首张个人专辑呢？其实，我记得他这有一首歌是。他本人自己的创作，而且我不大记得了，应该是啊，对，这首 Do 呢，这主题曲是全能飞自己亲自作曲，不是作曲，作词。那如果你看这个专辑这边里面那个 photo book 呢，会写这边有些 Eunbi。全能飞是第主要的那个哦，歌词就是他抄到自己创作这首主题曲，不到主题曲 ，OK。那虽然说很可惜，他没能在出道的时候拿到韩国的音乐节目舞台的地位，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也不没关系，因为人还有机会可以进步啦，我就希望呢在来临的以后的回归，他都可以获得更多的认真，更多粉丝的认真然后获得一些奖项，一些音乐颁奖典礼上的奖项 ，OK。这个是第二首，这个是《阿弥陀》，这个是第二首。OK， 我个人蛮喜欢这一款服装，这个漂亮，这个太喜欢了。哦，这个 OK。其实呢，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买的话，就赶紧去下单，上网下单购买。OK， 这个是 Blue Eye， 这个是第三首歌。OK， 这个真的非常是我偶像里面，就是韩国偶像里面的老婆，我最喜欢的，对，所以我当然老婆的关系一定要支持嘛，好，对吗？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偶像老婆，对吗？就是想要支持更久的对一个偶像，哦，那这首是 Eunbi OK， 第四首歌 ，OK， 那韩文其实我的韩文不标准，所以我就
我会读，但是读的不标准哈。如果有什么错误的，敬请原谅了，哈哈。OK， 不要太认真哈，大家。我也是一个分享，一个分享的心情，就是分享给大家。那些没有能力买专辑的粉丝哈，可以看一下。到底里面的福特博士奖是送什么哈？大家我会公布在这个我的视频。OK， 这个是第五首歌啊 ，Infinity。OK， 那现在在播放这首歌就是《Amigo》，就是他跟这个 Baby Soul Lovey 的 Baby Soul 合唱的对一首歌。这款服装呢，就比较像80、90年代的那种服装风格哈、哦。OK， 穿在90年代的女生身上肯定是很适合的哈、哦。OK， 这个尾声呢 ，OK， Dance to 就是这个是全能飞写给粉丝的，就是一个谢谢感言，然后也是对，就是制作单位，就是全部的造型师、化妆师工作人员，就是旗下的工作人员给的一个感谢感恩的支持。OK，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管理成员飞整个行程的上下员工还有管理层。 OK， 那这个就是全能飞这两首刚个人专辑 in version 的他的 cover， 就是他的 CD cover 是这样子。 OK， 长这样子的。好的 Eunbi。 OK， 那就是总共收录了六首歌。 OK， 虽然应该说是五首歌啦，因为第一首是 intro 而已，对，是音乐而已。OK， 好了，结束 in version 的这个开专辑。OK， 公这个揭晓开专辑。OK， 那接下来呢，我要揭晓 out version， 我到底会不会抽到我想要的小卡。OK。不好意思，剪刀掉了。那很快的，就是转眼间全能飞就已经出道了8个月。好、哦、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这个2022年的4月份啊，所以说算了来好了，就是还有8个月。哦，大家还有8个月。8个月的时间，那然后又可能转眼间又说什么呢？就是可能又新的一年，2023年，很快的。其实说真是时间是真的越过越快。我个人觉得啦，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有同样的想法。OK。我现在要公布了，到底我会拿到什么？这个 out version 我到底会拿到什么小卡？哦 ，OK， 这个是他的 postcard 是不一样，因为它 version 不一样。不过呢，他的留言呢还是一样的，感言还是一样的，写给粉丝的。OK， 哇，到底会拿到谁呀？拿到哪一个版本款式的小卡。 OK， 这个是 out version 的贴纸这个。 OK， 现在播放的这是 blue eye。 OK， 公布了这个小卡在这边。 OK 啦，这个还好。 OK，
不错 ，OK 了，不错，还可以。一个是我想很想要，一个是还好 ，OK， 可以一比一算是打平了，吼，就让他看出就一比一打平，吼 ，OK， 那OK， 对，应该是没有了，那就好了啊，那就是那么多，好的，我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啊，我选这个的 photo book 长是长怎么样的 ，OK。这个就是总共的这边六首歌曲收录歌曲啊，加上主题曲六首歌，迷你 first mini 首张个人迷你专辑 ，OK， open， OK， 那当然，因为它是无令的公司呢，中小了，还蛮小的，还是因为所以说。你看了啊，他们要比起其他大公司的话呢，那所以说呢，就是想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什么很明显的差距啦。所以为什么全面飞的服装呢，都是会比较有限制，就是选择性比较款式比较少，因为毕竟是在中小型公司嘛，对吗 ？OK， 这个是多一样啊，来个双。所以你看到的还是一样，就是大同小异，因为没办法嘛，说分资本嘛，对吗？没办法，在中小型公司 ，OK。那其实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是大家喜欢全能飞的粉丝们就要。多多支持全能飞，对吗？因为还是从 IZONE 十二个人变成他现在一个人出道，所以是不容易啊。比起如果他在这个 IZONE 时期的时候，那当然他在 IZONE 时期也不简单，因为他是以队长身份呢带领着其他十一位比他小的年龄比较小的成员哦。所以变成她就是一个大姐姐啊，就是扛起很大的责任，所以也是一样不容易对她来说。不过我个人觉得全能飞是一个她在 IZONE 时期的时候是一个很棒的队长，所以很照顾成员们，因为她有很多的过去，她有很多的经验嘛，所以在娱乐圈上的经验啊，所以说不一样啊，这样子就做大姐这样都会照顾，很贴心的照顾成员的，而且他又会为煮饭，就是煮饭给成员们，就是以前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2019年，因为有些成员还在很小嘛，还在上 high school 中学的时候，所以身为大姐的他都会。早上有时候有时间，他都会准备早餐给成员们哦。所以如果说有从NFAY 那些 NFAY 粉丝是从 IZONE 那边开始，或者是选秀 Produce 48的时候开始的，就很了解全能飞是一个会，就像以后未来就是一个贤妻良母啊，会照顾孩子。会煮饭的一个贤妻良母哈，厚德厅堂的一个好妈妈 ，OK。所以希望以后未来呢，就是她找到一个就是爱她的一个男人，保护她，就是照顾她，爱着她，哦，这个就是作为粉丝想要看到的总是。希望全能可以幸福快乐嘛，对吗 ？OK， 那当然现在可能他还刚重新收录出道，那短期之内他可以不可能会有这个打算呐、啊。但是当到一个阶段，每个人的人生，当到一个阶段一个岁数的时候，就会想说想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很好的丈夫或者是很好的老婆在，互相照顾，互相体谅，哦，包括我也是一样，有谁不想要有找到一个另外一半，是会很好的，就是大家一起彼此相信、信任、彼此
欢的爱丽丝啊，就是幸福快乐的长长久久，对吗？现时代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也是，只要大家快乐健康啊，也是最重要的哈。那有一点 out of bit 了，所以我要拉回来。OK， 这个是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全能飞的服装，就是他的服装，闪闪发亮 ，shining shining 的。全能飞的服装，好吗 ？OK， dance to 好，完了，一样的，他的 dance 就是写的东西一样的，只是他的版本不一样而已。好 ，OK， 好的，也是一样这边，这个就是 CD，CD OK，CD 就是out 的版本就是这样子的，它的 cover OK。就是那么多 ，OK， 好的。还有呢，最后 ，OK， 这个是 out version， 好的，就这么多 ，OK， 五零 ，OK， 好的。现在呢，这个呢是有 pre-order 的，大家谁有 pre-order 的人呢，都会有送这个 pre-order 的 benefit， 就是有小卡一份。就是你买一张本本就一份，买两张本本就有两份，就是一样的 ，OK。然后也是加上 poster 我已经放在我的家乡，所以是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公布了，所以因为太多东西了所以我只能搬，因为这个是宿舍，我住地方，所以我就是选择我到去，因为太多东西了，所以不要留下太多东西在我住的地方，所以我就慢慢的搬回去。因为最近已经开放了嘛，所以我就可以回家乡，可以去把东西把我的东西拿回去。OK， 哇，它的小卡很美，真的很漂亮。所以真的 ，N 飞粉丝的朋友啊的粉丝朋友们还没有去买它的。专辑的话真的想要去买了，但是你会后悔，因为你没有买到他没有买到 pre-order 那时候的就是有这个 benefit 的，所以我觉得你已经错过了。好，没关系，下次呢因为其实呢他已经有一个回归 Grish 那个回归 Color 专辑呢，第一个首个出道 solo 的回归也是错过那个 pre-order， 所以下次不要再犹豫，大家真的想要买的话就要去买，就要行动，想或者说不如行动更好，对吗？好，那就是这样了 ，OK， 后面呢，其实他的有写的小卡留言都不一样，写的东西就是，对吗？就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去恩飞迷的朋友们。如果真的有买他的专辑 pre-order 就是不一样的，他写的东西 OK。 好的，这个就是全能飞的签名还有留言 OK， 就那么多。好的，OK， 我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了 OK。 那我再重复一下我拿到了什么东西。好的，这小卡去哪里呢？等一下，稍等 OK。 那这五张是 pre-order benefit 的小卡的 OK。 好漂亮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它这个出道专辑这个 benefit。 那 Grish 的好像有没有送 pre-order 小卡，我也不大记得了。总之呢我已经买了，所以是等，因为这次我是第一次买fansign 的，就是有送 POB 的哦，所以会比较慢，因为要先 fansign 完了过后才那个专辑才会寄过来， with 那个 POB 小卡才会寄过来 OK 那其实呢 OK， 那就是那么多 OK。
天差不多要焊了，因为现在已经是6:50下午时间 ，OK， 已经要是晚餐时间了 ，OK。那这个是我会拿到的 in version 的小卡，这个是 out version 的小卡 ，OK。哎 ，OK， 这个是哦不一样，它的写的东西都不一样 ，OK。好，刚刚播放的就是这个Eternity 的最后一首歌，第六首歌 ，OK。歌曲都完了 ，OK， 我就不再多说。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一直以来从4年前我开始做这个视频，这些直播的 subscriber 这些粉丝的支持。那下一个开箱专辑，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全能飞的首个就是首个回归，就是第二张迷你专辑 ，OK。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感谢你啦，那么感动我哟。那我接下来会有专辑，新的专辑我会在这边揭晓、公布、开箱。OK， 今天就是到这里为止结束，谢谢大家，再见，要去吃饭了，准备吃晚餐。OK， 拜拜，안녕。